哎呀，完了，给车卡坏了，看，让羊给车卡坑。来，转鞋，转鞋。你慢点吧，我看一眼。好。你要肉。哎呀，肉。我要看我到底是哪儿出错了。来，捡起来。我到底是哪儿出错了呀？还是没有干过呗。来，你看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回到哈尔滨老家，善于学习的他向妈妈请教起包饺子的秘诀。你看，就刀子面上这么糊了着，你糊，两个手揉，这样，你看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看，揉的差不多了吧？醒着、啊，那叫醒面。不是你照着它是什么意思？照着呢？这样呢，先让水蒸发了，让那个刚和的那个硬的软的面，让它溶解在一起。来了，过来，来整菜来儿。今天给欣欣包的是白菜、木耳、胡萝卜。哎呀，真漂亮！来，这样式的你，来，大点，哎，不能吃，再吃了，不能吃。看啊，这是切菜的。好了，完事好了是吧？行，菜泥。然后呢？好了，到这里头。到这里。嗯，到这里头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包。来，过来，来，拿过来，来。好了，讲啊，你看啊，如果你如果大人吃，就这么大的剂子。啊，给妻儿吃，就这么大。哎，还得小点。行，它这么大可以，你不能太小。不行，不是家里吃的都是那个饺子啊。啊，也还行。是吗？它胃口没那么小。啊？那你薅一个。啊，阿姨真好。你也来一个吧，你也薅一个吧。来，薅一个吧。好，你薅一个吧。啊，他也薅的，你看他也薅的。你也薅一个吧。这么大劲。他自己粘的，吐出来，出来给爸爸。哎呀，真好！我跟你说，你会做饭是一种享受。看我第一期节目什么感觉？简直是惨！来，我马上第二天我就听到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真好看。哎呀，漂亮！对呀、啊，我说我怎么做的不一样？这样，你看烧完了。原来我的问题出现在了各个步骤，每个步骤都不对。你差了好多了，来这个啊，会擀剂子吗？会，这个会。这个会啊。擀皮儿会。哟，擀的还挺带劲儿的呢。你不能啥也不会呀。哎，我看来我只能擀个皮儿的。你包啊，咱蒋大奶奶样包啊。啊，来，一会儿我给你包饺子呢，给你包饺子呢，爸爸给你擀皮儿呢啊。今天奶奶主要的任务是把你爸爸教会。哎呀，包这行，你包这饺子，这是的。少放，哎，酱也不行，再放一点。哎，好，对的时候吧，别把中间捏尖，尽量捏边儿。对，这样。哎，对，哎，好，完了再掐一下。然后再敲啊！别捏中间，捏边儿，对，捏边儿都捏边儿。好，哎，好，像样了吧？爸爸！爸，你们是爸爸！棒不棒？棒棒！好。啊。嗯，来亲爸爸。啊。爸爸马上就给你煮了啊！哎呀，这样。爸爸呀，好。有了妈妈的帮忙，神经奶爸终于成功的包好了饺子。看来奶爸也在不断学习，不断成长。谢。来，咱们几个来，快来。来，我来照。来。啊，站。来，一二三。